进入广告。广告。腾讯视频 V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，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 我要反馈暂停，下一集0:24直播，2:24弹幕，高清超清 720p 高清 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.5x 1.0x 1.25x 5x 2.0x 倍速播放，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，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。广告集锦，德约连下10局3-1惊险取胜，送蛋豪举开门红 50% 75% 100% Zebra 0027方 5HW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 年量 50% 视频协议 https://cdnapd.9幺bf948bb701534086865B1491A6A40V SMTCDNS.COM 下载速度缓冲，质量真属错误吗？版本号 3.4.37 2018年8月28日10:04播放，流水 9FRAEF6CAR12BF505B333CED34C62F827001。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，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集锦，德约连下10局3-1惊险取胜，送蛋豪举开门红，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rrpushvr0027 方 5hwimg.http.news.gtimg.com newsapp.ls0507025104064800 Date 视频集锦，德约连下10局3-1惊险取胜，送蛋豪举开门红，时长约2分24秒。首轮比赛中的德约科维奇，腾讯体育讯2018赛季美网公开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，纽约连日的高温天气也让赛会晋级启动了高温政策，进入多盘大战的球员们都可以增加10分钟的盘间休息，但即便如此，多名球员还是对炎热的天气叫苦连天。曾经执教过德约科维奇的贝克尔也在社交媒体上心疼自己的弟子，他的发文里配上了德约科维奇裹冰毛巾降温的图片，不过这一张图却引发了更多的争议。美国网坛名宿康纳斯评论道，很热吗？能够有机会争夺350万美元的奖金，我愿意中午12点在撒哈拉沙漠打比赛，这样的环境也是比赛的一部分。你能做的就是在场上倾尽所有，祝福所有的球员们好运。一直都在场边为老公助威的小的妻子同样很清楚天气有多热，看到康纳斯的言论他也坐不住了，直接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转发进行了回击。这段话看起来是合适的，但鉴于昨天我一直坐在场边，现场的环境真的太残酷了，不用用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来赚钱。我知道作为冠军，你的观点肯定是不一样的，我也尊重你的看法。但我好奇的是，到底哪里才是极限呢？在男单首轮的比赛中，日常出战的德约科维奇经历四盘大战，以3-1力克弗索维奇，艰难晋级第二轮。比赛期间，德约和对手都在10分钟的休息时间里进行了冰雨来排解炎热。幸运的是，德约科维奇将会在夜场出战男单第二轮的比赛，他的对手将会是美国人桑德格伦 Angel。